大家好，我是 CDMS 西富。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个 CDMS 的软体，叫做 Control Unlocker。那 Control Unlocker 它会把你这个原本锁定画面的这个密码呢，它会把你改成一个比较像这个很旧的这种 Game Boy 的这个按钮。那我现在它，你一下载完之后，它会跟你讲你这个的密码，它会跟你讲你的密码。每个人的密码一开始都是 ABAB， 打完之后它就解锁。那这样你就打 ABAB 它去解锁。那我们现在进去 Control Unlocker 的设定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可以更改它的这个密码。我只要把这里清除 ABAB， 那我可以改上上下下，这样重来上上下下 ABAB， 像这样。然后呢我们再试试看，我们下出去关起来，再一次这样子上上下下 ABAB， 没有用对，上上下下 ABAB， 像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解锁。然后我们这有个开关，你只要把它关起来，你现在解锁之后它就完全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你可以看到它这有个 custom text， 你可以更改它上面写的文字。你可以看到不是这里，打开，先把这打开，你可以看到它这写 control unlocker。那可以看到这里就写 Control Unlocker， 所以我现在解锁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改成，假如我把它改成 Game Boy 好了，像这个样子。那接下来它上面就会写 Game Boy，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写 Game Boy， 所以还蛮好玩的。那这个就是 Control Unlocker，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 CDA 的软体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去 CDA 的 Big Boss 软体去下载。非常惊讶，这个软体竟然是免费的，所以赶快去下载，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软体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时候新的影片出来会有才知道。那也不要忘记去 CDMS 西湖的 Facebook 粉丝团下按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